我觉得他不可能找我。我是姐姐，喜欢带姐姐啊，带姐姐啊。带。那是多年前的事情。如果你要找方老师说，哎，方老师，我们去哪里玩？我觉得他不可能找我，因为他一定会变成我助理。为何？我是姐姐，喜欢带姐姐啊。对不起，我当时应该是多年前的事情。对对对，现在就是对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先恭喜两位双双获得了金钟奖的光。我们拍广告的时候还没有哎，拍广告休息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，那你蛮有机会。哎，当时是觉得只是客套话而已。你怎么对国师说这种？帮几次？不借人了。把运分给别人。我一向是这么大方的一个人，老婆可以借别人，手中还快到了，所以我就借给一个 YouTuber 这样。这就是他那一个。那讲讲都会有犒赏自己的吗？两位？我就是去再去一趟日本啊，旅行是最好的犒赏。我就买了包啊，办的牌子 H 吗？嗯哼。不要问多少钱，不到100万。不要写了，我妈不知道。那凯的你买什么？我现在就尽量不要花太多钱，兴趣一个一个不见嘛，所以就觉得现在就能比较少花钱这样。地震我那个公仔全部碎了，我就想说那我就把这个兴趣丢掉这样。哦。少花很多钱，他一个就50万的话，每一个这样应该也是400-500万以上的事情吧。他从地震到现在，我都还在地上，我没有小心他，没什么目的，对，就是希望每年可以省越来越多的钱。你会想买房子吗？我买了。蛋黄区吗？蛋黄区是指哪里？大安呢、啊？在你们家附近吗？对。那是蛋黄的蛋黄区。蛋几坪？几个？几房几坪？对不起，我挖了一个坑给你。